今天偷偷给张教官买了花姐的航班，他还不知道。怎么睡地上了？走不走？直接扛走。给姐姐。啊，自由的味道，终于可以离开花姐了，很自由。南宝自不自由？成不成功啊？我乱买的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么晚飞机？不行，车马上要走了，走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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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走走走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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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别人服务态度这么好。你来了，俺娘我就把你牵走。他不知道我是谁吗？四号位乘务员就位，请乘坐操作检查单，操作滑梯移位。注意点哈。啊，算了，发餐了，发餐了。要让他拿点喝的，让他拿点喝的。